西走的第一天想他，离开庄树的第一天想他想他，幸好在好不容易空闲的时候还可以甜蜜的打个电话诉诉这份心情。别太想我啊，这恐怕有点难。别看距离这么甜蜜，炎热的盛夏夜，夜晚晨曦在救援队的日子着实不那么好过。陆晨曦，放哪招了？我跟你开始。而挂电话后，晨曦的这段望月戏，其实想法来自亲爱的李导。谁是舞蹈兄弟？我是少年宫的。太逗了，这少年宫的白痴好吗？注意啊，这不是这个动作。注意啊！摄影组的老师们，摄影组的老师们，各位老师们，注意后拍摄呀，对呀。以后别耷拉头啊，记住了。他没叫我。导演，你还早了，最后他还一动手啊，还早了，导演，他最后还一动手，对。熬过了夜晚，还有白天，这场临时决定就地抢救危重病患的戏，在开拍前，晨曦医生先中招了。拿口罩过来了。我现在是对现场呼吸系统有过敏，我在医院里面是新搭的前面。来，去吧。好。好。来，再见。即使身体略不舒服，一到正式开拍，晨曦这动作还是无人能及的利索熟练。30年没戴过，套了手套，尽了全力，做分流管，晨曦也是用上了吃奶的劲儿。没事，剪剪不下去，真的。累死我了。哥，过来！你要了个刀中间，不切怎么插进去？把细胞割开了。你走开！你坑我！这边晨曦手术要卖力，而医院那边，楚军因得知庄叔对自己并非男女之情，一怒之下也逼自己要卖力，而这一切都被暖男杨子轩看在了眼里。我说了，我让你别管我。走，跟我来。干嘛？你放开我！哎呀，放开我！哎，你等等。哎，放到办公室去。给我过来！偷偷告诉大家，其实李导才是这场 man 戏的最佳策划。过来一个护士，同志出来，带你看。同志出来，好一点。好的，下一个。你要抢回去，你要抢回去。你干什么？他要一起，正好往这一坐，演示完了，真正的力气活还得子轩同学干呢。杨轩，放开我！神经病！扛完这边还得扛那边。放我下来！干嘛？你放开我！我撑得住，我说我撑得住就撑得住。准备，好。
好了啊，那个检查一遍，你俩帮我站一个这个。啊，我受伤。我一进来就好运的被你转了一圈。很快，已经啊，没电了，转一圈一下来，我都找不着回来了。我说，哎，我这。这边卖完力，那边还得挨几下。你可真是个棒槌！看着一身肌肉的子轩被反复划了，也是又惹人心疼。哎，没办法，谁让他是暖男一枚呢？这虐暖男一向就是外科剧组的特色呀。今天戏外虐虐子轩，明天戏内虐虐庄叔，神马的再平常不过了。大家注意抓重点，没错，明天要虐庄叔了。自从跟林欢有了交集，他就无时无刻不在矛盾中挣扎。晨曦不在，谁又能来给他宽宽心呢？心疼庄医生的同学们，快来给个安慰吧。